熊熊要去哪？带糖果却没有带我，哼！嘿嘿，安安呢？你手上拿什么？这都是给我的吗？能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跑，开心的跳过吧。
小木船，船身画上美丽图案，往河流方向扬帆。快点！
气，再吐气，再吸气。我知道了啦，你需要，对，你需要躺着休息。闪闪发着光芒，充满对你无限望。我自己来，给我自己来。若是没人送你的花，圣诞节不回来你家。圣诞快乐！期待圣诞节的来临，因为有礼物可领。但愿收到礼物像你。想更令人开心，圣诞快乐，分享更令人开心。哎呀呀呀呀，这棵树需要我们的帮忙。怎么样，1、2、3，把圣诞树点亮。圣诞快乐，要再来哟，记得带礼物。
虫虫啊！它们在动哎！熊熊，我有钓到鱼吗？你有钓到鱼吗？什么时候钓到鱼？这里能钓鱼吗？为什么钓不到鱼？哪里能钓到鱼？哪里可以钓到鱼？可以钓哪种鱼？要怎么钓鱼？这样是钓到鱼吗？
我再帮你看一下。嗯，听起来没问题，这边也很好。你病得很重，你需要赶快乖乖躺好。在赛场上，裁判把足球放在比赛开始了，大家关注赛场上，控制足球，主场球员已经接近对手的发球区，传球，右传，传到了后卫这边，但是控球不稳，守门员冲上前阻挡下来。观众，午安。
你们正收看每周播放的健康节目，今天来讨论十分钟舒压法。紧张吗？请坐在沙发上放松，吸口气。若是坐在椅子上，低头，两手放松，泡杯茶或煮杯咖啡，慢慢喝。这段时间停止思考，在浴缸泡热水澡，慢慢的呼吸，放松，鼻子以下泡水中，深呼吸。回家后请放空，当身体很疲倦的时候，是无法解决任何烦恼的，不理你，需要充分休息，恢复体力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做好每一件事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去森林散步，那里有狼哎。手机散步吧。好好，那我来拨给他吧。即将结束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对手球员犯规的现象。裁判走上前，向对手发了黄牌。Thank you.
我吗？考虑一下嘛。对了，请熊熊教我溜冰。熊熊，冰好滑哦，我不会溜。怎么又在睡觉？你像土拨鼠，爱睡觉，快起床！啊哈！找找看，溜冰鞋放在哪里？哇哦！我们可以开始溜冰了吗？孩子笑声最崭新，最甜的歌声响起，大家边跑边跳，边自由自在。有人想待在家，笑声白雪白闪亮，当自然的冰雪被开始玩着捉迷藏。Yeah!
去吗？的蝴蝶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要我当守卫哦？不要，去抓蝴蝶比较好玩。充满了战斗力，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边界漫黑。
还需要守卫吗？那好，再见。边界漫黑云，我走来走去。He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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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